那一位漂亮的小姐，不要乱猜疑。你问我有几个老婆，问得太滑稽。我今年刚刚三十一，还没有娶到美貌的妻。小姐是不是对我有意？我一定叫你心欢喜，我对你真心有诚意，请你回到家里多多考虑。吃喝嫖赌我都不欢喜，就是我的口袋里没有美金和港币。这一位提的问题比较有趣，他问我先有男来还是先有女。我要是说先有男的，男人又是女人生的；我要是说先有女的，女人又是从哪里来的？到底是先有男还是先有女？这个复杂的问题只有问上帝。我看男女都是平等的，不管是谁先谁后，大家欢欢喜喜。那一位先生问我一个妙问题，这个问题他问得实在太稀奇。他说公鸡为什么不会生蛋的，为什么生蛋的一定是母鸡？不管是男来还是女，都知道生蛋的是母鸡。如果鸡蛋是公鸡生的，这位先生的爸爸一定打过肚皮。看这位先生强壮的身体，一定是从他爸爸肚子里生出来的。